说实话，我对坐水上飞机还是会有一定的恐惧心理。就是坐水上飞机起飞的那一刹那，你会感觉到那个机身会明显的震动。当我们的飞机大概飞到只有250英尺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哇，太低了，而且离太空针那个建筑物太近了，所以你能够看到它那个它的玻璃，然后它的电梯，然后整个的那个建筑物，你会用一种就是在空中的视野来看待它。但是飞到天上之后，我反而会发现，哇，这个城市太宽了，太广了，然后你的右手边是山，左手边是房子。然后呢，整个的这种大自然和这个人类的这种鬼斧神工揉杂在一起，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渺小的感觉。